师时尚感，在领链以及裤子上缝线上面，大家可以仔细的看看，有特意精心搭配内搭波洛衫的活力荧光黄色缝线，更增添变化，能够表达出设计师的细节巧思。以及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波洛衫，我们看到波洛衫主要呈现的是配色银黄搭配拉链的配色，具有撞色的创意，也就是对比色调，要强调的就是阳光活力以及爆发力，也象征台湾的优越与骄傲，往胜利迈进。让我们整体搭配起来，休闲又不失正式感，也展现出我们运动员的清新活力，势在必得。让我们掌声给我们这些模特儿，也展现我们今年2016年鞋子，还有我们的配件太阳眼镜特殊的草帽。在我们看到 model 头上的草帽是具有台湾人文历史风格，也具有文化特色。实力结合时尚，让整体增添人文气质。这次也特别搭配的是荧光黄以及我们拉链的配色，也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一些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的 model 郑浩璇以及田丽丽。波洛衫搭配西装外套以外，还有我们的新布，还有我们的足鞋，以及太阳眼镜，还有我们特殊人文风格的草帽。在我们的郑浩璇所搭配的是大型的行李箱，也专门为男生所设计，别具气势。现出中华代表队的时尚感。在材质上面，让我们选手们更感觉舒适，以及行动活动力强。接着进场的是model高宇桥以及张美华。波洛衫搭配风衣外套，由于巴西的天气关系，所以这一次我们劳伦会特别定制的就是我们的风衣外套，别出心裁的剪裁，也能呈现出鲜艳蓬勃，让运动员更展现活力。以及我们的模特背的是是的头垫，正反两面印度不同，选手也可以视身体的状况选择适合的印度。那我们选手们尽快的恢复疲劳，目前也是美国、日本、中国等选手都携带这款产品出赛。以上是我们三位模特为我们展现我们这一次中华代表队团服以及我们所有的配件，让我们掌声给我们这次特别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让我们媒体也可以拍个照。我们请模特是不是先看我们的正前方，让我们所有的配件以及我们所有的 model 都到我们的记者面前，再次展现我们特别的中华代表队团服。
也请看我们左手。